آره حالا این از اینجا有化妆品比较贵的地方就不算。2011年，四年前。天这边是个摩门教教堂。52号那天之前去买的时候吧。啊、哦，对。下星期吧。好傻呀，走这个。这是哪位圣人啊 ？Founding Father。哪里都有，好亲切啊。好像下面还有几家，我先问一下这家有没有，我也准。可以啊。人家现在在搞啥呢？一模一样。欧美服的 cashback。然后中间那个是 Opera， 然后这边是那个叫。To have more fine bottles, butter, you can disappear. 哎，你看我们发谁？那个高的是那个宿舍。哎，上不去哎！他后来是不是上 Sprint？ 那我觉得这街上连个便利店都没有啊！有啊，我带你去。哦，这好像也上不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是封校了吗？可能他们在装修吧。你要去买啥呀？我不是，我啥都不买，我只想上去看看。哦，不是要带我去买那个洗发用的？对，我们去，我们去，对，不是特别大众的东西。那另外一家是什么？另外一家在前面，可以去看一下。那就是平常常见的 food car。 啊，看一下它的菜单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快速的看一下。那个哥伦比亚门口好像有卖那个，有一个 food car 是卖煎饺。哦。还有半岛酒店。去。除了那个 Hope 上面是什么 Perse 你忘了？除了 Perse 已经占了一半空了。这它是一个啥都有的一个门大楼。哦。